就看见小飞碟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有飞机吗？有飞机也别送飞机了吧。哎呀，送点火箭啥的吧。今天还差一个火箭呢，俺们这个超级粉丝团差个火箭呢，还就差那么一个火箭呢。来个多兰剑，火箭多兰剑。把这多兰剑放在最右下角，这样一会儿出饼干的时候，就给我们出到前面的位置。全军出击！打一把狗熊啊！猴哥求我，我送你超火。我并不会因为一个超火就去送别人，就去求别人，你知道吧？我主要是为了本直播间兄弟们可以完成任务，求求你给我送一个超火吧。我推平城池的水晶瓶的狗建议打他骸骨啊。一 A 不知道他学的啥，他学的扣没事啊，直接干。假装不打了，等他一会儿。一 A 走，没走掉，拍了我一下子。好，下波他死。感谢装甲猴的风哥的相会超火，哎呦我真来了，谢谢老板啊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感谢老板的超级火箭呢。不过超级火箭完成不了超级粉丝团的任务啊，有没有老板给整个火箭吧？超级火箭完不成任务啊，不算呢这个。给老板来个波波，这边学的 W E A， 我学的 W 啊，W 呢？镜头花没花呀？镜头没花就行啊。感谢风哥的又一发火箭，谢谢风哥，感谢风哥啊，谢谢谢谢。现在不能打了，稍微等一会儿，再打又出事儿了。感谢风哥的火箭与超级火箭呐，谢谢谢谢，谢谢风哥。风哥大气，风哥。大家可以趁现在多送点办卡，然后我们多完成几轮任务。明天我们可能是复活，你 A 打不牛走，这局他死了。A 点 A 接扣，不用害怕 ，A 接闪现回血，撕个小饼干，给我干他来。哟，哎呦，哟，哎呦，一换一不亏。呀，这小子留了一个 W 技能，我刚才忘了他交没交了。干啥的飞机？不知道，但是确实。峰哥还送了四个飞机啊！峰哥，是峰哥送的不？这没显示呢，这飞机保真不啊？刷新一下啊，可能是刷新一下就好了。感谢峰哥的飞机，谢谢谢谢。是峰哥的飞机不？啊，是就行。太吓人了，狗熊啊！来，哎，你们咬出来！狗熊其实是一个技能型英雄，你们知道吧？感谢峰哥的四个飞机，一个超火加一个火箭，谢谢峰哥，峰哥大气。
么风哥疯了？风哥是无比的锋利，那叫疯什么呢？哎，我是不是能开点礼盒啥的了？啊，不行，开不了。呀，这么多都开不了啊！要12万，我们今天有7万。嗯，还差3个超级火箭。算了吧，峰哥，峰哥，算了，峰哥，峰哥别这样，峰哥，峰哥千万别这样。开个玩笑啊，开个玩笑，咱不用非得把那开了，没用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斤的，狗熊人咋没了呢？啊，中路是个劫。杰打左一，他们家打野啥呀？开野，看看这个杰放不放分身。好，杰死了，我们打个杰。杰杀左一一定用了技能，要不然他不可能杀得了。给他留一个，给他留一个，让他捡个东西。有点痛。狗熊没来，我们就把他兵都给他吃了，然后把塔皮也给他吃了，看看他上哪去了。这人不知道上哪去了，消失了。笨呐，真笨呐，是不是旁边有人我是这么嚣张的啊？要不因为啥这么嚣张呢？我们这波去把蓝打了。我的小饼干哟，打野来了，怎么办？你还不钻入我的身体呀？哎呀，这没死，我天哪！我早知道我斩线扣的好了。哎呀，我等个扣好了，差了一丢丢。哥哥，你死几分钟？什么什么死几分钟？几秒？啊！你要干嘛？你要跟你玩糖豆人啊？要给你量一下你的那个胸围腰围臀围。哦。我收集你的那个闪。不是省个闪现，我们刚才找点闪，他就钻我身体里边了，就杀不了了。不能让他跟我的距离是近似的，明白了吧？我怎么感觉自动攻击好像不太好使呢？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，把明白了发在公屏上。这你得跟开人保持距离，你不保持距离，这钻你身体里边，他一会儿留个扣，你干啥呢？咱能不能技能稍微重一点？哎呀，我太害怕了！你俩跟我打架，你俩跟我打架，你跑个屁！你跑个屁！
给我回血！两个人赶个我还跑？杰呀，他敢来吗？往左边点，没来。这波狗熊不 K 头，我们死了。那狗熊非得要 K 一个，这就是人性的丑恶。别人来帮你，你还得抢个人头，你看是不是？一瞅这狗熊这人呢，这肯定就没有好兄弟。去东路打个劫，去下路吧。不去下路，来中路，来中路把这塔皮都吃了。这劫我估计回家了，不回家也去下路了。他不可能在中路待着，他大没有了，他只能去下路或者是回家。哎，我吃塔皮了。放影子，不放。等我死一把啊！好，对，你就放。一时没找到第三期，搁这儿呢。其实我都失误了，刚才有点，略微是有点失误。峡谷先锋，跟我冲！再冲！这劫没事儿，影分身没了，这波该走了啊！不敢上，上路收兵，1800。下路的我们就不去吃了吧，放他们一马。你想等我死这把，可能也挺费劲的，不太好死。一般我这种装备基本上都是死不了的。没有人能杀得了我，你就狼成什么样也没用，死不了，除非我这愣送回家无敌了。我来了，给我守塔，别怕，小炮，跑什么玩意儿呢？虽然你才七级，但是这波我们一打三问题并不大呀。我看看先杀谁啊？他们推塔应该会挺慢，先杀泽拉斯，他身上有 buff。真能跑啊！这泽拉斯没啥了，他有控制。你干哈呢？还在这跟我玩玩大风车，是不是？
走回家。也可以不回家，但前提我得有蓝。出一个什么装备才能让我的蓝量无限多？这个装备。出晚了，确实有点出晚了，我估计打完都叠不出来。这个 ADC 雷还挺多，要不你等等回来。干哈呢，老弟？这怎么回事？大步向前摆，什么意思？掉线了，还是放弃了？嘿，打不着，为什么瞅我？太猖狂了，太狂妄了 ADC 太狂妄，太狂妄，实在是狂妄。这还有没有人管了？这到点儿了呀，这人儿呢？这对面儿啊，中路人儿呢？打野人儿呢 ？ADC 也是辅助人，这怎么挂机了呢？摸我是不是？我吸点血，在削钢。嗯，哎呦，我看我魔宗叠了多少了啊，200多。以这个速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应该到28分左右应该能给它叠出来，差不多。算了，拿下。噔噔了噔噔噔。